动我女人的代价。怎么样，没什么。喂，尹思辰，你快点去救顾西西吧，西西可能出事了，我趁抛锚了。所以说你昨天把我约到那里，还特意照了照片，就是为了想要找我勒索200万。不然呢，你不会真的自作多情的以为我还对你余情未了吧？是你自作多情。我不答应。顾西西，你是想让我把照片发出去吗？随便你，想发就去发呀。我先走了。包里放了什么？你还给我！录音了。没有。顾西西，你把录音笔给我。顾西西，最后一次机会，录音笔给不给？我女人的代价。怎么样，没什么。思辰，刚刚唱的。怎么舍得让一瞬间就此坠落？路蜿蜒曲折，当光芒闪烁。已经给你全世界。你没事吧？吓死我了，幸好思辰就在附近。来，将规则打破，赶紧跟去警局。因为我们相爱需要彼此的光和热，紧紧守护着，一切交给化为满天星河，在我的夜空永不坠落。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那里？就是碰巧而已嘛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，还敢去见他？他手上有对你不利的照片，他要发出去怎么办？你说你是勇敢还是傻？对不起啊，不过我真没有想到他真的会动手。人心还是很险恶的，不过你还不算太笨，还知道录音留下证据，让林小雅过去接你。要不是他半路上车突然坏了，这个计划还不错。我还是太笨了，不笨的话当初怎么会喜欢上他呀？感情上确实不怎么聪明，你应该庆幸及时和他分手。以后不要随意付出自己的感情。我也不想呀，但是感情这种东西你没法控制啊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